及陈细论，以诸患世上不可得，岂令能证患大菩提？患于患法，非合非散，无取无舍，自性俱空。诸佛世尊说一切法，不可分别，皆如幻事。汝今欲证无上菩提，岂不变成分别幻法？然一切法皆不可取，亦不可舍，无成无坏，非法与法能有造作，即有灭坏，无法与法能有合合，即有别离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法非合非散，自性皆空，离我我所等虚空界，无说无事，无赞无悔，无高无下，无损无益，不可想象，不可细论，本性虚寂，皆毕竟空，如幻如梦，无对无比，宁可与彼起分别心。龙吉祥言：善哉尊者，我今有此定的菩提，何以故？由尊者为我说身法故。妙吉祥曰：吾于今者未曾为汝有所宣说，若显若密，若深若浅，云何令汝能得菩提？所以者何？诸法自性皆不可说，汝为我说甚深法者，未行细论，然我实非能说者。诸法自性亦不可说，如有人言我能辨说幻事实相，为诸幻事实有如是如是差别，彼由此说害自实言。所以者何？夫幻事者，尚非所实，况有实相？汝今为我说甚深法，令汝证的无上菩提，亦复如是。以一切法皆如幻事，毕竟性空，尚不可知，况有宣说？是以一切众生之性，即是无相平等菩提，于自性中，云何有能证所证之差别乎？如般若经云：觉法自性离诸分别，为菩提故。又经云：诸所有行，皆有所事，魔所事，是菩提。何者若有所事，即力所证之境，便有能证之心，能所境处名为大觉。大觉之意为悟自心，如大毗卢遮那成佛经云：尔时金刚手菩萨复白佛言：世尊，谁寻求一切智，谁为菩提成正觉者，谁发起一切智智。佛言：秘密主，自心寻求菩提及一切智，何以故？本性清净故，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即两中间，心不可得故，乃至欲识之菩提，当如是识之自心。庄严菩提心经云：佛言，菩提心者，非有非造离于文字，菩提即是心，心即是众生。若能如是解，是名菩萨修菩提心。
是则心外无菩提，何所求耶？菩提外无心，何所得耶？如华严经云，知一切法无相是相，相是无相，无分别是分别，分别是无分别，非有是有，有是非有，无作是作，作是无作，非说是说，说是非说，不可思议。知心与菩提等，知菩提与心等，心即菩提与众生等。又诵云：虽尽未来际，遍游诸佛刹，不求此妙法，终不成菩提。故知心法妙故，当体即是。若向外远求，则失真道。故云善财遍寻诸有，不出娑罗之林。慈氏受一生成佛之功，不离一念无生性海。所以净明经云：若弥勒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一切众生皆亦应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众生即菩提相。若弥勒灭度者，一切众生亦当灭度。所以者何？诸佛知一切众生毕竟即灭即涅槃相，不复更灭，故知以成不更成，以灭不更灭。为未知者，方便说成，方便说灭。若执方便，则失本宗。如《大庄严法门经》云：尔时闻书师利与金色女言，如是五阴体性即是菩提体性，菩提体性即是一切诸佛体性，如汝身中五阴体性即是一切诸佛体性，诸佛体性即是一切众生五阴体性。是故我说，汝身即是菩提，复次觉五阴者名觉菩提。何以故？非离五阴佛的菩提，非离菩提佛觉五阴，此方便知一切众生悉同菩提，菩提亦同一切众生。是故我说，汝身即是菩提。大宝积经云：菩提者，明心平等，摩所起故；菩提者，明众生平等，本无生故；乃至菩提者，性相如是。若于此法有所愿求，徒自疲劳。何以故？如菩提性菩萨应行，能如是行名为正行。思义经记云：菩萨不坏色，发行菩提心，知色即菩提，是名行菩提。如色菩提然，等入于如相，不坏诸法性，是名行菩提。不坏诸法性，则为菩提意，是菩提意中亦无有菩提。正行第一意，是名行菩提。璎珞经云：
发心住者，世人始从具富位十三宝，乃至执佛菩萨教法中起一念，便信发菩提心。即云始从凡夫最初发心，明知此中发心该于初后。问：此即是初，何的乃具后诸行位及普贤德耶？古德是此略有二门，一行不次第门，未从为智者，从浅至深，次第相成以接彼岸。二元融通摄门，为一位即具一切位等，如华严经所说，亦如大品等中一行具一切行，此中有二门，一缘起相由门，二法界融摄门，前中普览一切始终诸位无边行海，同一缘起为普贤行德，两以诸缘相望略有二意，一曰用由相待故，有有利无利益，是故的相收集相入也。二曰体由相作故，有有体无体意，是故的相即即相是也。又有二菩提，一性净，二缘净，从缘起者，即是缘净。缘净复二，一名缘起，万行为缘故，二名性起，全是真如性净功德之所显。又缘起无性即性净故，如《法华经》记云：诸佛两足尊，知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，是故说一成一耳。又有二意，一曰行不辗转意，二曰圆融展促无碍意，如善财见仙人执手，一一佛所经无量劫，故知修短难思，特由于此。如贤首菩萨云：信大乘者犹未易，能信此法倍更难，以初心即具一切德，故难信也。又摄于梦中，今具不令发菩提心，上的称为大菩萨摩诃萨，何况正信之发、开发之发。如《大涅槃经》如来性品云：迦叶菩萨白佛言，世尊，云何未发菩提心者？的菩提因。佛告迦叶：若有闻是《大涅槃经》，言我不用发菩提心，诽谤正法。世人即于梦中见罗刹像，心中不惧。罗刹语言：多善男子，汝今若不发菩提心，当断汝命。世人惶怖，勿以即发菩提之心。世人命中，若在三恶趣，即在人天，续复意念菩提之心，当知世人是大菩萨摩诃萨也。问：经云佛言学我法者，为正乃知。今言菩提者，不可以身心得，无修无证，则初发菩提心，人如何去向？答：若能信悟菩提，无相不可取，无性不可修。如是明达即是真正。如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云：
菩萨以复印更作如是思维，是中和者是我，谁为我所法，谁能得成诸佛菩提，为身得耶，为心得耶，乃至如是观时，分明了了见是身相不得菩提，亦知是心不得菩提。何以故？诸法无有以色正色，以心正心故。然彼于言说中知一切法虽无色无形无香无漏，无可睹见，无有正知，亦非无正。何以故？以一切诸如来身无有漏故，又诸如来身无漏故，心亦无漏，又诸如来心无漏故，色亦无漏。若能如是之魔所发，能发此心，若入宗境中，是名真发。既能发心，便又为他开示，则诸圣同赞功德无涯。如经记云，发心必净二不别，如是二心先心难，虽自为度先度他，是故我理出发心。宗敬录卷第二十二，丁未岁高丽国分司大藏都兼奉敕雕造，